土将土地新拓本放牙保护消费，希望安内保留自然生态，也要用天然白素的韩国生态土壤的法通，向民众去教训太自然。它武器好强哦，很可爱。好、嗯哦，就是它本来在爬嘛，那有敌人它就站斜的，跟它的站的位置有点不太对，所以我们就认出它了。Okay.全台湾第一次通过环境新透过生态教育集体南湖山试验过，经过土壤技工的修改，改造室外欠缺也是拉起，做下是青菜都青得多的生态教材。我们就尽量以不破坏开发的方式在做，所以在很自然的环境下，其实这里的生态整个来讲，哎，越来越好。所以我们当然是以生态这个部分来，希望以我们希望说，哎，这个地方是以生态的一个教育基地为主。曾经说爬上去救工厂安高的树花红，到此人口还有一种按照攀树的技术运动，不但这样子在开圈的观察树管层的生态，攀上草的树花红还是矿工下看见了此人工的风景。到环境信托通过了后，当地的村长们当期待在整合附近的环境打造一个生态村，从希望了荒野保护协会和了环境信托各位从根本的开始吼，安尼所有委员吼，都做在来了闽南吼，利用那块土地吼，安尼做安尼六条巷安尼这个生态安尼周边吼，安尼这个生态跟来传承安尼教育安尼下一代。枫叶保护协会只讲，接受环境信托了后，按照年底做对外开放之中，的攀树生态教育的投篮，也把民众感受太自然带来的感动。考生们彭金露、刘文辉。